彰化县长王惠美29日上午在县府民政处长赖志富等人陪同下，前往台中成功岭营区探视替代役第234梯次、234之9警专及警大梯次一男，共63人。受到替代役训练班执行秘书蔡清志及受训一男热烈欢迎。那因为大家是警大的警专的，应该有这个疫情以及我们工作的整个的一个流程，所以呢就先把大家调进来哈。好，我们另外有10个是嘉音的会留在彰化，那我们警大跟警专就会依照你们的层级别，然后去你们的医院去做相关的一个分发哈。那这个部分还是要先恭喜，因为能够到警大警专这几年真的都是最优秀的才能够进来哦。这个部分真的要跟大家恭喜。那进来之后很辛苦，因为我这段时间针对警察同仁们的业务，就会发现以前呢在当民意代表还没有觉得说哎警察这么无所不能哦。那特别是担任首长之后，就发现贵体工都要不要新嫁小米龙一样哦，现在还有很多女生哦，所以连生孩子警察都可以做了哈。这一批次的组成分子啊也是比较特殊，包括警大、警专，还有嘉音的。那嘉音当然都会回彰化县的一个所辖。那警大、警专啊，未来在取得资格之后啊，也非常有可能啊，回到彰化县府这边来服务。所以今天啊，非常高兴。那也这个县长啊，从执秘来6年多啊，说真的，除了疫情啊期间没办法访视之外，每一批次都到。我这么爱护大家的一个县长啊，就跟妈妈一样。感谢彰化县的这个王县长啊，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成功岭看我们彰化县的子弟们。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代，这个人民的生活相当的不容易，在这里，在成功岭这个服役的生活也很不容易。那能够在这样的环境的早晨，吃到这个彰化县政府为我们准备的早餐，感到非常的暖心。那也谢谢彰化县政府对这个彰化县的役男，不论是防疫、交通，设置各种注意事项的这个全程式的服务，让我们能够无后顾之忧的来到成功里服役，相当谢谢彰化县政府。王县长致赠加菜金及每人餐点一份，除了感谢替代役训练班对县级役男的照顾之外，更勉励役男把握服役期间锻炼身体，为将来投入社会做好准备。公益频道林俊明台中采访报道。